早前 TVB 高层骆小姐就开小红书，吸引不少内地网民关注和留言。有网民就指名道姓，话唔中意蔡思贝，仲叫骆小姐唔好再揾佢拍戏。留言有过6000个赞好。思贝今日出席剧集宣传活动，就大方回应：我都有留意嘅，咁但系其实呢个都唔系第一日嘅事情啦，咁所以都有得去继续。然之后到某年某月咧，希望大家就可以因为我嘅作品啦，因为我嘅工作嘅各样嘢啦，然之后可以令到佢哋改观咯。嗰啲绯闻唔系真嘅，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睇清楚咯。啊，你有冇见到嗰个大家话唔使睇到蔡思贝嗰个 like 咧，要6000多达6000？咁呢个世界多过6000人嘅。